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舜晞，我是 Cherry 严卓林，我是演员周成浩，我是冯建宇，我正在拍摄《我在香港遇见他》，很值得期待的哟。在这里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诸事顺利，心想事成，开开心心乐翻天。记得关注《我在香港遇见他》，祝您欢乐，比心，爱你们哦。